干啥呀？啥活都敢接？怎么了？你会韩语吗？你就收人学费？他不会不就完了吗？教你那词儿记住没？能行吗？要都骗了多少家，怎么可能不行呢？放心，米大教授。哎呀，我交了一个韩国女朋友。嗯，我俩语言不太通，我给惹急眼了，现在要走呢，我不想让他走，你教我几句韩语吧。哦，你就是那个学韩语的小伙子是吧？对，就是我。你的光荣事迹我都已经听说了，太惨了。像你这种情况啊，就必须得采用快速教学方法。一个人完成不了。这样，我还带来了我的助教夏老师。夏老师你好。哎，别，差不多是可以了啊。嗯。记住一点，其实韩语并没有什么难的，重要就是语言环境。哦，明白吗？明白。熏陶。明白。今天我俩在这演示一下，好好熏你一下。行。明白了吗？明白。来，音乐，走着。양코르메요야리초입니다입니다오래됐습니다오래요습도왔습니다고아못해서고있습니다이야오른다여덟인가스미다오빠感人，太感人了，哥！哎，这段太横了，我就要这段，学不学？学，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收起你的准备，我们的教学正式开始。教授，咱第一句是注意听，很关键，注意听啊！杨哥都没有，我没听懂。养狗了没有？哎呦，太简单了！咱的二一句是二一句，注意听啊！我得听一米的啊！你能说慢点吗？养了一条一米的。哎呦我的，我的智商，我挺高的人。哎呀，咱第三句你怎么回答他的？注意听啊！哎，第三句，一米的，我的那条四米的。这句我听懂了，哥，他家那狗一米的，你家那狗四米的，哥，你家狗挺大呀。那是狗还是马呀？是狗啊。那我咋没听过狗有四米大的？我养了两条，两条加一块四米大。哦，我明白了，哥，这个韩语的精髓就在于不是一就是四，不是狗就是马，是这意思不？太上道了，我这智商一点问题都没有。哥，我能来一段吗？你来一遍，我来一遍，找找语言环境，吃口辣白菜。哎呦，今晚老好找。有信心了吧？有信心了。能演好吗？能演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出去，你过来。音乐，走。你养狗没？养了一条一米的。一米的，我家那条四米的，是狗还是马？是狗。没听说狗有四米的。我家两只，两只加一块四米大。就这玩意儿吗？我就说我智商高，哎呀，我这回家哄媳妇一点问题都没有，还剩半口辣白的，回家接着嚼。你要取经啊？待会儿来一个学阿拉伯语的，准备一下，接着骗。啊